吴建豪黑面拒谈婚变。吴建豪在2013年同拍拖多年的石贞线拉埋天窗，虽然间唔中 Vanessa 都会 post 下啲 CV 相出嚟同大家晒下嘅，不过近呢几个月佢哋嘅婚姻就屡传红灯啦。Vanessa 呢日现身香港出席新戏记者会，当问到太太嗰阵，那跟太太 What？ 关于这件事情呢，我跟每个人一模一样。然后跟每个人一模一样的，我希望可以把这件事情保持私人。但谢谢你的关心。在记者会上面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近日饱受感情困扰呢， Vanessa 全程没有离精神，这样会不会影响工作的？就是私人的问题会影响到你拍戏的心情吗？你们如果继续问的话，也许会吧。会不会不开心了？太太这样说你，家里的关于私人的事情就先暂时为止到这里，谢谢。